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哥。今天我们现场冷门一个精彩操作，他用的是冷界大战战魔衣啊。对方青春精英，先用二技能拉过去，再拉一下二技能，又拉过来了，连续两段都打到了。等他过来一技能，哦，被鲨鱼咬了一口，又被插了一下，好疼啊！又被猪拱了啊！一下子被撸了那么三四次啊！被猪拱，被鲨鱼咬，被插，好可怜的战魔衣啊！哎，谁又被一个技能，这么多红包不去捡啊，还去打人啊？其实这个静音更好看一点啊，静音的服饰穿起来比较好看一点，比较喜庆一点啊。你看上母一乌漆抹黑的，灰灰暗暗的啊。啊，上母一提升招了一个通灵啊，在对方大招释放之后，但是一技能提升没有插到啊。这时候猪没有滚到了，好了，这下好麻烦了，静音有点危险了。一技能、二技能两段都打到了啊，谢谢 A。好了，静音就这么拜拜了，没有提升。只能被虐，没办法，长得好看就是被人欺负，女人好看是吧？女人嫉妒心是很强的。我们看对面，对面竟然叫王者小号，这个技是王者，玩得很厉害啊！丢个一技能过去，二技能啊，二技能没有达到，一气旋把对方控制住，对方提升，对方没有提升了，哎呀，一技能没有撸到，对方开启了个蛤蟆，通灵，提升躲过，哎呀，哎，交出个情报把对方控制住，再二技能。再拉过来，对方还有一次替身机会啊，没有骗成功。对方使用了二技能，一技能顶他一下，对方替身之后，哎，对方没有技能，一个大招刷刷刷刷，把对方拉控制住啊。大招可以接二技能的，接吧啊，给你们直接成功接住啊，接个一技能没有拉到，但好像拉到了一下，这周也是结束了，基本李洛克就这么拜拜了。我们看第三回合，第三回合打的是青春鸣人啊，青春鸣人，我记得我也有这个人设哈，这好像前两年出的啊，前两年还在努力的打的，只测这两年，最近这两年玩的比较少了。这二技能拉起来，他这个萨姆一二技能还是挺溜的啊，能有多种花样是吧？可以把自己人变过去，也可以不过去啊。现在很多忍者都是有这个一个技能好多套路，搞得好花里胡哨，玩都玩不起来。像我们这个只是喜欢简单粗暴的啊，哎，看你们大刀刷刷刷刷刷，对方基本要结束了啊。马上二技能起手，就算没死，哎，居然用原魔，好无赖啊。